小桃，你说要是你跟戴东升结了婚，那也算是嫁入豪门了吧？得了吧，就他家那个条件，顶多是一个寒门。那也算是一个城里人啊，你看这厂里几千个姐妹，也就算是飞出了你一个金凤凰。我倒也想飞啊，可是人家不接啊，他到现在都没跟家里说我们的事儿呢。从今开始，你就是我的老板娘了。变夸张了，甜甜。居教实践万香，评点不为人胜。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老吴。老吴今天来继续去说那些诗。今天说的题目叫什么呢？叫城市之光。不可否认啊，现在城乡差别依然存在，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福利啊，还有许许多多进城打工农民可望而不可及的一辈子追求啊。假如按照改革开放30年农民工进城的时代划分，最早的农一代以家乡是参照物，只希望进城赚点钱，然后回家盖个房子，娶个老婆，好好过日子。那么我们现在的农民工，现在的农二代呢，他们是以城市为参照物了，赚钱他们不仅仅是想回家盖房子，而是希望最好能在城里头落户，能在城里头买一套房子，在城里头找一个工作，甚至尽快成为一个城里的人。所以正因为如此啊，许许多多农村的青年还没完成9年义务制教育就跑到城里面来打工，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工作，比如我们城里的环卫工啊、清洁工啊，包括建筑工地上的一些很劳苦的工作啊，那些服装厂的工人啊，等等等等。这些农民工兄弟他们学历不高，找不到好工作，收入和他居住也不稳定，才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渐渐地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之光中混头混脑，迷失了方向，走上了危险的人生歧途。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正是这么一个纠结而又迷茫的青年，这也是我们城市之光这个短剧需要剖析给大家看的这么一个影像。戴主管，在屋里呢。看什么呢？命中注定我爱你。看看这个。罗志祥，你真买了？是啊，有人喜欢想看，能不买吗？怎么感谢我？你说怎么谢就怎么谢。真的？赵涛，你是不是我女朋友？那得问你啊，你妈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吗？哎呦，这是两码事行吗？这怎么是两码事儿啊？戴东升，你可不能再拖着我了。你也不能这么逼我吧？我怎么逼你了？你又来了，我最烦这个。行，我不想跟你吵架，我走行吗？你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如果你要当幸福的高太太的角色呢，那你就保持沉默。哎，师傅，师傅。问一下女工宿舍怎么走？那边。小桃，小桃，外面有人找。谁呀？不认识，背着老大一麻袋。佳旺，小桃，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怎么还背了这么一大袋东西啊？哦，这都是你爱吃的，城里没有。啊，行了，你先进来吧。啊。你先把东西放那儿吧。哦。小桃，这位是谁呀？他是我一个老乡，顺道过来看看我。哦。小桃，我想明白了，我是该出来看看。嗯，现在家里应该也没几个年轻人了吧？啊，是的，都出来了。啊，我前两天就来了，明发不是在工地上吗？我来就跟他一起干了。那你们注意安全。小桃，以前都是我不对，我这次来城里就是想告诉你，我想和你一起在大城市里打拼。小桃，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你先好好工作，让我考虑考虑。拿着吧，谢谢戴主管。打算怎么笑啊？改天请您吃饭呗。行吧。那戴主管，我走了。去吧。嗯。戴主管。啊？有件事吧，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什么事啊？你干嘛呢？这是啊！瞧把你给吓的！你不是说我随时都可以来吗？哎，我问你，今天何倩倩上你那干嘛去了？批假条。他怎么老找你批假条啊？赵小桃，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想知道，你们俩到底在干嘛？你真想知道？想啊。他说昨天晚上看到你跟一个男的一起吃饭呢。那谁呀？我一老乡。什么？老乡好？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就是我一老乡，人家来城里找工作的。那我怎么听说那是你的青梅竹马呢？你到底是信何倩倩还是信我啊？我谁都不信，我信事实。好，我承认，我以前是跟他好过，可是他一直不愿意来城里打工，我早就跟他分了。难怪呢。难怪什么？
难怪什么呀？你第一次就是给他的吧？戴东升，你不要脸！不是太远吗？得找一个离厂子近点的。哎，这个不挺便宜的。桃子，你回来了，给你看样东西。你看，你们领了，嗯，恭喜你瑶瑶，恭喜你们虎子。虎子，你以后可得好好照顾我们瑶瑶。哎，小桃，你放心吧。怎么了？怎么哭了？快别哭了，明天请你吃饭啊！别哭了，天不早了，胡子，你该回去了啊。哎，小桃，我准备跟胡子在附近租个房子。你要搬出去，你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不？哎，你和戴东升怎么样了？瑶瑶，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怎么了？怎么了？反正我无所谓，就他那个臭脾气啊！哎，有人来了啊，不聊了。你又想干嘛？你到底想干嘛？破碎的电影如同生命的你们，燃烧的牛仔好似梦的子弹，城市之光你总是如此遥远。你说是我们却自己一个患病的留守老人，一个调皮的留守儿童，相陪八年却要面对分离，这对爷孙俩该何去何从？据说那些事儿，我是爷爷小心尖儿为您揭晓。人气偶像崔始源携手蔡琳冲破重重阻力，你想被我揍是不是？上演韩国浪漫爱情喜剧哦亲爱的，加油，江苏影视频道海外剧场每晚22点播出。礼物像在用心诉说，想你，爱你，敬重你，你对我是如此的重要。费利罗热舍融入非凡的意大利灵感，一层精致，一层传承，还有一层特别的心意源自于你，让这个春节多一份温馨，层层心思更添真意。费利罗热舍，大屏快上，健康分享，大屏快上，幸福分享，大屏快上，甜蜜分享，大瓶饮料还是娃哈哈好。进藏前戒指也要拿掉，只为追求更严格的制药级标准，这是我们对所有宝宝的承诺。透明每一关，承诺每一关，马上登录多美姿官网，体验七星品质透明追溯系统。江苏电视台
台战略合作伙伴北大富硒康雪原康。小时候妈从没有钱吃点好的。爸妈，我们回来了。妈，多利，多利质量好，儿子要把您以前亏的健康补回来。多利葵花油，2700年酿酒传承，800年原名窖址，3代国家酿酒大师，珍藏十窖，口子窖。长江智博运报喜千万家，南京长江医院提醒您，精彩继续。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长江智博运报喜千万家，南京长江医院不孕不育博士员，祝您早生贵子。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啊，妈妈又忙着洗衣服。哦，有了。妈妈，洗衣机有了好帮手，你就不用手洗了。奥妙隆重推出机洗专家，专为机洗设计，超凡去渍，解放双手，国际知名洗衣机品牌推荐。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全清好时蒸纹巧克力，送给关心的人。浓醇巧克力与柔滑软心包裹整颗香烤蒸人，美味也要送自己。好时蒸纹巧克力，真滋味，真心意。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水中有煮开水无法去除的5大污染物。全新联合利华净水榜，强力吸除5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榜，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富硒康，富硒长寿又健康，送父母敬长辈，春节拜年富硒康。雪原康，高血糖高血脂人群的健康品。雪原康，我信赖，我选择。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看皮肤专家到中天，南京中天皮肤病医院，822-11999，822-11999，南京卡子门大街8号。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江。宝宝每阶段需求都不同，现在他们每天都有新想法，大脑发育是关键。多美滋优阶在1到3岁及时提供关键营养素，宝宝聪明有创意，还针对不同关键期提供分阶营养强化。啊，打妈妈手机。把握关键期，表现即开启。多美滋优阶更有全新透明追溯系统，透明每一关，承诺每一罐，登录官网即刻体验。行了，上去吧。那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知道了，到现在还不相信我？相信。那我上去了。去吧。小桃，小桃，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没有。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啊，那你是不是特别不想看到我？佳旺，是我太累了，我这个工作简直就跟机器人一样。机器人，小桃，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你看到这个苹果商标没？它是铝制的。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它轮廓的毛边给搓平了。同样的动作，
要重复6000多次，而且我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小桃，这苹果手机很贵吧？这是你自己买的？啊，这是水货，而且出了1年多我才买的，很便宜。啊，小桃，我知道我嘴笨不会说话，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接下来我一定会努力干活，多挣钱，等我攒够了钱，我就娶你。以后再也不让你这么辛苦了。我是不可能跟他结婚的。瑶瑶，你知道吗？我一定要嫁给戴东升，他是我可能成为城里人唯一的希望了。我跟田夏望不是没有感情，可是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从我坐上大巴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回不去了。小桃，做个城里人对你真的这么重要？瑶瑶，2年前我来城里打工，在饭店当服务员，忙的时候每天只能睡4-5个小时，可工钱却只有800。一起来的姐妹最后都回老家嫁人了，可是我没有，我不愿意。每次我看到饭店里举行婚宴的时候，我都特别羡慕那些城里的新娘子，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坐着汽车风光的嫁人了。我也希望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自己能在城里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我明白，就算再给田家旺10年时间，他也不能实现你这个梦。他可能一辈子都实现不了。瑶瑶，你会看不起我吗？怎么会呢？小桃，追求梦想是我们的权利，你有这个条件和机会，就一定好好把握住。不过什么？我劝你还是快刀斩乱麻，这样对田家旺也好。感情纠葛不能拖泥带水，脚踩两只船，必须快刀斩乱麻。这个同事劝赵小桃的话，我觉得是对的。不过我们的赵小桃，他是怎么快刀斩乱麻的呢？他面对心心念念想把他搞上床，就怀疑他不是个处女的这个戴东升。他居然投怀送抱，把自己少女的底子就这样糊里巴涂就给了他了。赵小桃以为啊，这样就能算出戴东升的心了，以为这样生米煮成了熟饭，自己就可以铁板上钉钉成为城里的媳妇了。问题是农村的青梅竹马的男友怎么办？花心怒放的戴主管会不会轻易就范？假如赵小桃偷鸡不着18米又怎么办呢？我们揪心的往下看。哎，东升，咱们俩的事儿，你跟你爸妈说了没啊？说了，我爸妈同意了。真的？那太好了。哎，东升，天冷了，我想给你妈买一件羊毛衫，你看怎么样？羊毛衫？啊、嗯。不用了吧，我妈有很多羊毛衫。那不一样，那是我买的。哎，走。这件怎么样？还不错，不过我妈喜欢绿色。哦，这样啊，那我再看看。哎，这件呢，挺大气的。嗯，挺好看的。谁电话？怎么不接啊？哦，推销的。标记了400多次了，不管他。哎，那咱们就买这件吧。行，就买这个。哎呀，我给你妈买衣服，我来付钱。
妈，你看一下喜不喜欢？哦，这颜色有点土。妈妈是喜欢绿色，但是是那种橄榄绿，不是这个豆绿。哎，这是你挑的？这是，对，是我挑的。只要是你挑的，妈就喜欢。妈，其实这衣服它是……哎呀，行了，妈会穿的。哎，儿子啊，妈跟你说件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你瞧瞧，这是妈同事的一个女儿，本科毕业，小白领。哎，你要是喜欢啊，妈妈就给你们安排见个面。你看看，多般配啊！嘉旺，你别试了，我这是四 S， 你那是三代的壳，尺寸不对的。啊？是吗？你看我这笨的，事先也没问问你。没关系。哎，小桃，我这次来呢，就是想告诉你，我不想在工地上打工了，我想到你们工厂来上班。到我们厂来？对啊，一来呢，你们厂是个大厂，在这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二来呢，我可以和你近一点，能照顾你。我们也可以一起在外边租一个房子。嘉旺，不可能的。这怎么不可能？只要咱们俩共同努力，一起挣钱，就一定能够就住上。嘉旺，我是说我们俩，我们俩不可能的。小涛，你什么意思啊？小旺，我要嫁个城里人。小旺，你恨我吧，是我自私，我一心只想自己过上好日子。你就当我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就已经死了吧。小桃，我知道，从当初我都没有跟上你的步子。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变了。小桃，你现在是不是有人了？精致的衣物越需要精致保护，不然洗一次就伤一次。立白精致衣物护理洗衣液，洗护合一。我是洗护高手，立白洗衣系列。是他让我懂得可以扛得起，也可以放得下，可以哭着微笑，也可以笑着流泪。为妈妈的爱加分，贝妮美爱家。
治咳嗽用德良方牌消炎止咳胶囊，德良方中药苗香有效药。黑眼牙膏和史露米为你呈现满分系列，充满好运的新春大吉长满贯一套四款，满黑眼牙膏促销装就送给你，新春大吉全年好运。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浆。肾虚有时是在过度劳累之后，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好像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想把肾透支的补起来，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温阳补肾，扶正固本。肾透支了，试试肾宝片，把肾透支的补起来。他好，我也好。在金纺的布料世界，我最爱金纺七合一，全面呵护我们每一寸的布身体，让我们芳香哦，柔软。金纺七大关怀，全家更开怀。金纺七合一多效护衣，关爱每一位男人，幸福每一个家庭。南京建国男科医院，男人自己的医院。头发最怕冬天了，又干又枯。潘婷润发精华素，深入滋养，从第一次开始修护10大严冬损伤。这个冬天让健康环绕着我。潘婷润发素，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浆。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除了病菌，水里还有煮开水去不掉的重金属铁锈、漂白粉。全新联合利华净水宝，世界领先净水器，突破性技术，真空吸力般吸出水中的5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宝，联合利华蕴含银刃蚕丝精华和馥郁法国玫瑰，全新历史很久嫩肤沐浴乳，点燃激情火花，尽在点滴历史，历史交付系列。好粮酿好酒，洋河醇浆。世界在变，水质也在变。除了病菌，水里还有煮开水去不掉的重金属铁锈、漂白粉。全新联合利华净水宝，世界领先净水器，突破性技术，真空吸力般吸出水中的5大污染物，比开水更安全。联合利华净水宝，联合利华。影视大四点吹响喜剧集结号了，从周润发到周星驰，从国产007到博物馆奇妙夜，1月18日晚，让我们一起盘点喜剧电影。恭喜你回答正确。本节目奖品由好想购物大力提供。一个患病的留守老人，一个调皮的留守儿童，相陪8年，却要面对分离，这对爷孙俩该何去何从？据说那些事儿，我是爷爷小心尖儿为您揭晓。特殊身份现真身，是非之作 bug 多，科技改变生活，笑谈我们的4G时代。1月19日晚，摆脱电视，精彩继续。怎么哭了？东升，咱们结婚吧，好不好？小跑，怎么回事？为什么哭啊？没事儿，跟你家里说，咱们结婚吧。小跑，这事不能着急啊。可是我想跟你过安稳日子，我一天都不想再等了。可是你也不能逼我。我现在都是你的人了，你有什么好犹豫的？那是你自愿的。
没跟家里说咱们的事儿，是不是？小桃，你听我说，是不是？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又要骗我？为什么？因为说了也白说。小桃，你怎么了？桃桃，这两天怎么回事啊？干活心不在焉的。这两天的视频怎么尽出在你这？你到底想不想干了？哎，你说话呀！你傻了？
犯桃花，真的假的？真的。哎，你别笑啊。你看你这个爱情线，呈更换轮替之象，说明一点，你今年会遇到很多好朋友，其中不乏有很多优秀的异性。真的？说的这么玄乎啊？当然了，哎，你要不信，等一下，我有个电话。哦，没事。不好意思。喂，郭书瑶，什么事儿？什么？小桃，小桃，你醒了？没有，胡子。哎，小桃，你醒了？你怎么这么傻呢？把我都吓死了！我说的都是气话，都是气话吗？感觉好点了吗？这事儿要让你爸爸知道，非得打断你的腿！哎呦妈，你可千万不能告诉我爸！你呀，你呀，真是乱来！哎，你说说，什么样的女孩妈不能帮你找啊？你去偏偏勾搭那些女工，你呀真是就这点出息了。行了妈，你别骂我了，你倒帮我想想该怎么办啊。妈知道他图什么。瑶瑶，你看这街上走的帅哥美女，这马路上开的好车，还有这些高楼大厦，多吸引人啊！我就是喜欢这些光鲜亮丽的东西。可我现在懂了，这些东西，这个城市，它其实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它永远都不可能属于我。小桃，如果你想要的没那么多，你也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瑶瑶，你有没有想过，这人和人之间怎么就差距那么大？没有想过，我也不想想啊。小桃，你也别想了。特殊身份现真身，是非制作 bug 多，科技改变生活，笑谈我们的 4G 时代。1月19日晚，摆脱电视，精彩继续。一个患病的留守老人，一个调皮的留守儿童，相陪8年，却要面对分离，这对爷孙俩该何去何从？据说那些事儿，我是爷爷小心尖儿为您揭晓。影视大字典吹响喜剧集结号了，从周润发到周星驰，从国产007到博物馆奇妙夜，1月18日晚，让我们一起盘点喜剧电影。恭喜你回答正确。本节目奖品由好想购物大力提供。微姿创新，双眸青春魔法，直至眼睫末梢，全新微姿眼睫十号魔法液，卓效抗老及滋养成分，呵护肌肤和睫毛，提拉抗皱，淡化黑眼圈，睫毛更显丰盈，双眸更显紧致明亮传神。双眸青春魔法，全新眼睫十号魔法液，清零微姿专柜，真享青春好礼。微姿，实现你的理想肌肤。礼物像在用心诉说，想你，爱你，敬重你，你对我是如此的重要。费利罗乳舍，融入非凡的意大利灵感，一层精致，一层传承，还有一层特别的心意源自于你，让这个春节多一份温馨，层层心思更添真意。费利罗乳舍，全新舒爽透亮真白牙膏，蕴含3X 真白精粹，洁净美白透亮。
焕发牙齿无瑕透白，全新舒爽透亮真白牙膏，美丽从齿开始。每个时代都有好味道，三全私厨水饺以创新美味向现代美食者致敬，吃点好的很有必要。三全食品，全球每卖十辆电动车六辆配超微电池，全球每卖十辆电动车六辆配超微电池。好粮酿好酒，洋河纯江。啊，妈妈又忙着洗衣服。哦，有了。妈妈，洗衣机有了好帮手，你就不用手洗了。奥妙隆重推出机洗专家，专为机洗设计，超凡去渍，解放双手，国际知名洗衣机品牌推荐。舍不得开，空调就成了摆设。美的变频空调，一晚低至一度点，享受节能，想开就开。创新科技，美的空调，好凉，酿好酒。和纯江，谁更滋养？牛奶多芬，牛奶多芬。王灿泡牛奶浴，张威使用多芬，多芬 Nutrient Moisture 滋养科技。妈花满盘，为什么不早说？好啦，买两瓶给你用。多芬比牛奶更滋养，果木精粹悦享滋养，丰盈宠肤系列全新上市。华信药业富硒康雪源康恭祝全省人民春节快乐。好粮酿好酒，洋河纯江。富硒康，富硒长寿又健康，送父母敬长辈，春节拜年富硒康。雪源康，高血糖高血脂人群的健康品。雪源康，我信赖，我选择。好粮酿好酒，洋河纯江。在金纺的布料世界，我最爱金纺七合一，全面呵护我们每一寸的布身体，让我们芳香哦，柔软。金纺七大关怀，全家更开怀。金纺七合一，多效护衣，好粮酿好酒，洋河纯江。金鼎调和油率先公开配方，委托权威机构监制，让人民吃上放心油。金鼎调和油，品质看得见，中储粮出品。好粮酿好酒，洋河纯江。这是干嘛？补平瓷釉，让它光滑洁白。啊，你的牙釉也不平滑，牙渍藏在那儿，不容易刷白。全新中华瓷感白，微米级美白因子，牙齿表面更感光滑洁白，绽放瓷感白。中华瓷感白。小涛，我觉得我们得好好谈谈。现在你家里人应该知道我们在一起了吧？知道了。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小涛，我喜欢你，你知道的。但是如果家里不支持的话，我们俩也走不远。你说是不是？戴东升，你别紧张，我知道你有难处，我也不会再为难你了。小桃，我可以给你一笔钱，你可以在城里找一个好点的房子，再找个好工作。戴东升，我没想到你会自私到这种地步。你放心，等我找到好的工作我就走，我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喂，佳旺。喂，小桃，我是明发，交往他。他怎么了？哎，怎么样了？交往怎么样了？哎，腿摔断了，正在手术呢。
怎么会这样？哎呀，近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干活特别卖力，每天都要加班加点的。今天晚上你看他又要加班，结果一不小心从脚头架上面摔下来了。林凡，我不是让你多看着他点吗？怎么能让他一个人上工呢？我跟他说了他不听啊，这几天也是奇怪了，像变了个人似的。哎，小唐，现在建筑公司和工头都在扯皮呢，我们得凑满20000块钱好给家旺手术费呀。哎，小唐，小唐。啊，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借钱，我这就去借钱啊！哎，小唐，小唐，小唐。等到你了吧，来，钱拿着，纸钱你拿着，我就踏实了。你要是还需要什么帮忙的话，尽管开口。谢谢你，这钱算我借你的，我一定会还的。不用还。哎，小唐，小唐。小涛，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别管了，赶紧去把钱交了吧。任性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也想念我们儿时在田埂上疯跑的日子，可我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这座城市的光吸引了。尽管我为融入这个城市付出了太多的代价，但是我不后悔。以后的日子，我想靠我自己去赢得这座城市的尊重和接受。家旺，你也一定要保重啊。赵小桃痛定思痛，他再也不对城里的人戴东升抱任何希望了，他直接干脆跟他要20000块钱。你说是青春补偿费也好，算借力也好，反正他现在知道要帮助那个无辜的前男友，要给他支支伤，没得钱是不行的。至于伤好了，赵小桃是回农村去重新过他记忆中的田园生活呢，还是和那个青梅竹马的前男友破镜重圆呢，便倒没得说。而且从编导设计的结局看，赵小桃似乎根本就没得这两种打算，好像他既不可能和田家旺重新和好了，也没打算回农村去，因为他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赢得这座城市的尊重和接受。你看看，从他这种说法上来讲，他要继续在城里头打拼。好，这个结局好，
我认为这种结局既正式，它又深刻。谁让我们仔细冷静地想一想啊，赵小桃他留在城里头，他这种愿望到底错没错呢？他牺牲自己的身体想拴住男友的做法，是否就值得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对他进行批判呢？他对前男友藕断丝连，究竟是脚踩两只船的不道德行为，还是既舍不得旧情，但他又被逼于冷冰冰的现实的一种痛苦的抉择？我们到底应该同情他，应该帮助他，还是应该痛恨他，骂他呢？我觉得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评价赵小桃他是一个好女人还是一个坏女人，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来说一通教，叫赵小桃这种农村女青年啊，你们以后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啊、人生观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太空泛也不实际。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成绩骄人，但是城市农民工的问题影响社会治安，它也是一种现实，民工的待遇形成新的社会不公，也是社会矛盾积聚的一种潜在的一种可怕力量。所以我们在城市化进程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漫天的城市之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城市之光下面的阴影，因为这些阴影值得我们警惕，应该警醒，这才是短剧今天的主要的力量，也是这个短剧的社会内涵。好，老吴今天关于短剧城市之光就议论到这块啊。编导在放这个短剧之前，曾经把他带到我们南京龙王庙社区，我们听听龙王庙社区的市民是如何评价城市之光的。农村里一般的女孩子到城市里打工，他们最根本的目的为了生活，到为了生活了嘛，他就要下功夫，不下功夫的话他就站不住脚的。像我们单位里面好多人都来农村打工，他们表现工作表现非常好，也不想走什么捷径，就想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来致富。就说农村人也要有自尊自爱自强，他一定得有出路，不能走捷径，走捷径没有好处的。我们南京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城市，我们南京人对所有外来的人啊一点不排斥，实际上农村的青年也好，或者城里的青年也好，你们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完全靠你们自己的努力能够改变自己的现状，不要想到走捷径，只要你们付出自己的努力走正途的话，坦率讲，今后的前途是有的，面包是有的，牛奶也是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关键看你怎么干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后面两个这个观众的讲法更体现了我们城里人一种博大的胸怀，而且体现出了城乡之间从感情交流上从文化背景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关键是我们一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包括企业待遇如何跟上，如何做到城里面城乡有户籍没得户籍都能一视同仁，这样就好。好，今天关于龙王庙社区的短评就说这么多，老吴的短评也说到这儿。想跟老吴互动的可以登录新浪据说那些事，也可以登录喜事官方讨论版发表你们的见解。下次节目我们再见。看什么呢？命中注定我爱你。小雷，你干嘛？你干嘛了？